Elpitiya 种植园公司成立于1992年，充分利用世界有名的西兰茶及其独一无二的滋味，如今已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茶叶公司。Elpitiya 种植园公司是多元化经营方向 Aitken Spance 企业集团下属的一家子公司。Aitken Spance 集团有180多年的光辉历史，旗下公司遍布各行各业，诸如旅游业、物流管理、战略投资及服务等等。Aitken Spance 集团凭借数十亿的蜂窝收入，成为了全斯里兰卡第一家连续三次被福布斯财富杂志评选为美国境外最成功200强企业。为了生产出最优质、最纯正的茶叶，我们优选了来自低海拔、中海拔和高海拔三个茶叶产区风景如画的百年茶园。我们拥有和经营的2200公顷茶园被森林环绕着，伴有富饶的生物多样性以及绝美的自然环境。茶园地区终年充足的降雨以及较高的湿度，充分保证了西兰茶生长的理想环境，并且满足了特点各异的高端市场茶叶理想的生长条件。为了承诺生产出优质的、拥有最好色香味形的茶产品，我们所有的茶叶都是特别经过手工摘选的。公司已获得 ISO 9001、ISO 22000、HACCP 以及 ETP 等各项国际食品安全、卫生以及质量认证，进行标准生产，产出的茶叶都具有最好的品质。为了共同的目标，Elpitiya种植园公司与云南滇宏集团旗下子公司香港滇宏国际公司携手合资成立了Elpitiya滇宏金芽茶叶公司。该合资公司致力于中国特型茶的生产制造，以及在仙女山品牌下中国市场的推广经营。目前市场上推出并受到追捧的中国特型金芽茶，是源于Elpitiya经过特别的品种培育后生产出来的产品。与此同时，Elpitiya公司也在棕榈油、橡胶以及战略投资、生态旅游以及可再生能源等多样化领域内进行投资经营。为公司茶园工作的茶工总数超过6000名，世世代代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茶叶知识以及对茶叶行业的深度了解。数年来，由于我们对可持续性发展的深入理解和长期贯彻坚持，公司已屡次获得 FSC、 雨林联盟以及 ISO 22000等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嘉奖。展望未来各种商机的同时，我们将继续为提高特种茶品质的基准和标准而努力，以造福全世界热爱喝茶的人。